听讲有大货直播主出动一家五口一齐收客，谂住成家人出镜好似朋友咁，一定信得过。点知一夜之间全家失踪，近百顾客俾咗钱冇货收，供应商亦都投诉拖欠货金，追唔到直播主，苦主唯有揾佢助手。点知助手先系最大嘅苦主，留意动向细望。